我完全被那酷炫的拿枪操作给吸引了，他拿枪指着我，不会是你？难道要杀我？不然呢？你不知道我是杀手吗？你不要乱来！不，你们想办法逃走，这些人我一个人就能搞定。这个家伙巨斧模样还真是有点帅。 我们留下来帮你吧，他们人太多了。你俩在这里反而麻烦，赶紧走吧，我只好找你会合。我们先撤离吧。好，我们去给你找德利帮手。嗯，我先下海，变身成海上模式后，你们再进来。好，看你们往哪儿跑。换人，加速。给你尝个大。竟然是新型的冲击弹。 逃生模式开启，准许客人进入。天哪，没想到这岛上的机器人都很先进啊！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快上船，我们还要去找救兵。他一个人肯定打不过他们。说的对，时间来不及了，你先跳进去。提醒他一个人。月月，管家他们估计已经快赶来了，我们先安全离开，提西也好完全投入战斗。好，我们赶紧去找救兵。客人们，请系好安全带，救生船开始急速出发。 让你们好好尝尝我宝贝 Darling 的滋味。谁先抓住目标，奖赏一套别墅。冲啊！那小子躲哪儿去了？是时候让这些蠢蛋们领略一下顶级杀手的水平了。靠！那家伙怎么到我们船上了？甲板被打穿了，飘不过去了，开枪啊！ 让你们再尝尝更新鲜的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什么都看不见了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是Darling射出的升级子弹，怎么样？有趣吧？让你们老大出来，不是一直想要杀我吗？怎么关键时刻逃了？<笑>我怎么会逃跑呢？这两个蠢货。 这是什么样子的猪队友？明明逃走了，还能被抓住？是先处理这小子，还是处理这小子呢？放开他！原来是这样，那就从他开始吧。放开月月，有什么冲我来！<笑>放开他们，我跟你走。不用管我，你不要。放着两个人离开。是。 不过我可不会轻易饶了你哦，我们的杀手大人。